하가电视台天天的推出最新的年度戏剧，叫做《双刀桥头五文池》。从下礼拜日新年十日开始，白日到白时暗不到十点，唯独下个天时了，各台让日面全流平台放送。两出戏是由金钟奖的吴俊铁、老金钟奖后杨小来主战。故事是讲吴祖国家家从事做乜嘅事情都唔顺事。今天在故乡刘永昌先生立场，天天是展开了一场彷徨、生气、唔够有励志、感动人的故事，同时也透过了一种轻松小酷的轻喜剧风格，抒解民众对疫情当中紧张的心情。因为连两百块，怎么还不爱出奖啊？员工爸，你应该要反省了。客家电视新戏《双刀桥头五文池》是用小李做世界之刘俊社同何解吴祖国家家，故事发展对家家都特别，本好朋友反派挑自身历史牌过后，最末转到故乡县里中，是一部绿色大变身中的故事。也拜哦，那咩清楚嘞？你都要重新开始你的人生，你都要证明那片绿色。县里中中中中中。有小李都是卡动中危险去查尔，你都只跑吃毒，喊落水解毒，打苹果厂都辛苦，做男主角嘅金钟人哋，今天虽然做戏做很久咧，不过你还记头一摆都是目前又上进嘅戏。其实我觉得很有趣，那虽然很荒谬，但很真实，就是我们戴着口罩第一次接吻啊，对，戴口罩，很帅的，就是我是比较被动，他很帅的把我拉过来，然后两个人戴着口罩接吻。双刀桥头不会吃，你不会有按到无汹涌的感情，有爱情，有亲情，有友情，还有懂得自家对自家共发的时间。冲嘎嘎，因为他常会跟自己对话，跟自己说很多励志的事情。那负负得正的乐观，其实是里面很想传递的一种想法。是你八公下公嘛，该硬去主角去擂主角个啊！啊，太家都你叫你无良心啊！配合诗词，有只群说明文化界小品故事，山东桥头五文池，系金钟编剧全能分写嘅，拓展领分剧美国，也出现前途嘅灵感，韩国题材都系结合自家生活度是发生过嘅故事，掀起小酷嘅风格，同时每个人情都感同灵感因素，情感非常丰富，所以呢是一部会让人家看了笑到哭。哭完以后再继续笑的一个喜剧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还蛮成功的，去创造出一个属于喜剧的另外一种风格。星期七家龙来讲啊，做你做啊，唱一条狗腔腔，日日二十四十点钟等等啊，他们一点好呢？对戏事多重视，对介绍看钱多作效，对水调调路等，对油路多磨路。总主角家家阿妹界莫爱放喺住你下面，阿妹咪当流量，都是喺当中老六今年界冉冉吃气氛，两三年改造两公婆，没有前途精彩嘅戏，都是下大家强下来看。下个新闻你把卷签名纸台俾报道。